Lady Gaga 又全裸了。是的， Lady Gaga 不爱穿衣服早就不是新鲜事儿，但这次她是在伦敦著名的同志吧当着基佬们直播全裸。喂，这位大叔，你要不要看得这么开心？尊重一下艺术家好吗？ Lady Gaga 自2008年出道以来，她的 MV 几乎就没有好好穿衣服安静唱歌的，露胸肌抖大腿是家常菜，舌吻袭胸神马地也是必备戏码。不过相比 Lady Gaga 的坦荡全裸， Q 主播我觉得下面这位妹子才是真豪放，她的节操应该绝地三尺也挖不到。在我的地不要隐藏你的鸡，帮人家拿了，拜托你，爱谁已经找到你。